那是他要是有什么危险，你得一定告诉我呀！啊！放心，你放心，我告诉你，李杰同志，他要是知道了你一宿没睡觉的话，他会心疼你的，那他就真有事儿了。说为什么不回来呀、啊？你赶紧回去。我打过电话了，他说他马上要考试，所以这几天就先不回来了。你看，我说没事儿吧？明天让他回来啊！对，走。考试？他考什么试啊？这不是，这是快毕业了吗？那这孩子们都忙了。考试他还能回来啊？咱让他回来。嗯啊，他可以回来复习的呀。听话，你先睡觉啊。为什么？好好睡觉啊。妈，哎，妈，丽姐，妈，丽姐。